亚洲规模最大生技展在台北盛大举行，医疗集团为延伸创新事业发展，以多方合作并进行签约仪式。所谓 3D 皮全皮肤的猎鹰技术，那这个技术里面包含就是生物的材料，包含细胞培养的分化，还有 3D 猎鹰的机台，所以在这样的因缘下面，所以我们进一步的合作，哦，我们期待可以共同合作走向国际，把台湾好的技术带到全世界去。除了与工研院共同携手，更和日本公司扩大合作，透过技术落实，展现台湾生技爆发力。从小儿疾病到癌症治疗，然后还有神经性的疾病，我们其实都有 focus 在一些比较疑难杂症上。从我们的储存基因检测，然后在 AI 精准医疗，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这个医疗方面，还有一个就是亚健康了。借由合作优势展现市场影响力，将台湾医学产业推向国际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